走，你上礼拜就演的说，李克强过去之后一定有大规模的献花行动，因为刚刚讲到，从周恩来到了胡耀邦都有大规模的献花的一个行动，可是这个献花的行动却把习近平给吓死了，而且习近平献花的行动吓到什么程度？连拜登的吊唁，整个中央央视就要改成对这个习近平的致意，是。习近平很害怕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吗？没错，像独裁者或是领导人最怕看到就是说，很多人在吊念你的政敌啊。那李克强就是某些程度就是我的政敌嘛，是他的政敌。当然啊，你看他们两个车路线完全都相反啊。就他过世之后，民众是这样子在对待他。你看啊，事实上在他过世的时候，他合肥的这个老家的这个住宅这个地方呢，你看民众排队，然后送花海送到那个地方，而且他们因为要到他房子前面去致敬嘛，所以大家是排队。你看中国人是很少会这样排队这样子去悼念他，这人也太多了吧？对，好，那除了他合肥的这个老家之外，他的主厝在安徽这个所谓定远这个地方，他的主厝你看前面也是非常多人来到这个地方去给他这个悼念他的一个情形。好，那不是只有在安徽这个地方这个有所悼念他的人士，你看这是什么？从中国大陆的最北的这个黑龙江的这个工商学院，黑龙江有人呢献花给他。另外包括说在这个行政中心的河南这个地方，你看有这个南阳这个。地方也有人送花，然后在这个辛亥革命的这个首义广场这个地方也有非常多人送花，然后南昌也有人送花，然后杭州西湖也有人送花，对，最南到三亚，那甚至广州的这个人民公园里面有人这个拿出他的遗照来悼念他，甚至在香港还有人写到黄河长江不会倒流，这是李克强说的话，所以事实上大家都用某些程度的方法在悼念李克强一个状况。那你要为什么习近平会这么紧张？你要说，你刚才讲到说，这个周恩来过世的时候引发了四五学潮，跟这个六四学潮都有一个共同语言，就是他们不见得是支持这个人，但是对现况的投射非常的不满。那为什么这样说？你说这是对现状不满？当然，你看这个《纽约时报》，我觉得它的标题下的非常好。中国人哀悼李克强，也哀悼一个希望尚存的时代。甚至很多人就说，过去是中国黄金十年，随着他的这个过世之后，这个十年就一并而带走。黄金时代的过去，你可以看到说，这一次如果你仔细来看，很多去悼念的都是学生，都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中国最怕学生串联，但是问题是，偏偏现在学生就是最苦的时代。中国目前为止青年人的失业至少是20%起跳，有来估到40%。所以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他们看到李克强过世之后，他们投射到他们心里面的这个状况，他们觉得过去那个美好时代结束，我们现在遭遇到这样的状况，你觉得他会不会出来？所以我也讲到的，现在中国如果有一个美好时代，那是从整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开始，而现在李克强等于是主张改革开放最后一个人，是他的过世，对，就代表改革开放的结束了。对，所以你看，事实上，你看。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他们这个很多这个北京啊，在北京哦，北京还有什么100台车突然之间鸣笛，这太夸张了吧？对，悼念这个，因为中央百车鸣笛，中央不能够让我们悼念，我们就只能用这样的方法。那甚至还有北京大学里面啊，还有天安门广场里面啊，甚至天安门广场呢、已经围上这个栅栏，不要让你过去了。那甚至六四就这么发生的。对，那甚至现在呢，广州呢，那郑州有一个悼念的这个现场来说的话，居然他们有在那边集结之后，马上就有人架了一个监视器。到这边，那甚至他们中国还有个送花平台，就是说，我要送花给谁？这个平台完全被守住，不能够送。那甚至合肥那个地方不是很多人去吗？马上警方就来了，就是说不要在这边逗留，赶快回去吧。现在中国官方呢定调什么？他们就这样，就是说只有火化。不能够追悼，他们对李克强这样，对李克强不能追悼。对，然后丧事是不出京，就不会出京了，然后不邀外使，然后不准外人，就是不准外人参加。对，那甚至你看，他们已经这样定调，甚至你看，宝杰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拜登还要来拍这个贺电吊唁哦，这个结果没想到他们中国官方完全不报道，他就说，他们不是，他们只是来安这个拜登呢是问候习近平好不好？那甚至呢，我是吊唁李克强，你居然解释成问对跟。习近平问对，那你知道事实上拜登不是跟王毅见面吗？他有跟王毅讲这个，王毅好像当成没听到一样，就是完全都是这样的情形，也就是他们目前的态度是这样。那态度是这样，你知道现在中国内部的就开始传言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被火化，被火化，火化之后家人就说，那是不是可以调查他的这个身后事到底是怎么死的？就目前好像官方并没有要让他这样做。你说李克强的家人希望验尸，是，但中共中央否决，对，没有让他这样做。好，那事实上现在怎么办呢？
对，刚跟着针对他的死讯来说，有非常多的说法。很多人现在就说，其实好像他前一天就已经有人知道他死掉了，甚至还有人就说，哎，央视之前就已经在测试这个相关的布文的这个发布的这个状况。对，他二月就丢出来了。那甚至还有说什么？还有人说，其实他过世的时间点呢，为什么送到这个医院？因为他目前为止被送到曙光医院去嘛。但其实呢，他住的，他目前为止被人家踢爆，原来他住在这个东郊宾馆。那东郊宾馆原本是这样，是政府单位的一个接待中心。这个江泽民养老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他算是这个南上海的这个钓鱼台国宾馆这样的状况。所以如果他在这个地方，一定是受到层层保护。再加上说他有这个运动的习惯，照理说他真的假设心脏麻痹或是怎样的时候，应该会有人很快速的把他送到这个医院去。而且距离他最近的医院呢，应该是在当地最好的就是中山医院。就没想到他们没有送到中山医院，送到曙光医院，而且送到曙光医院的时候，当地根本没有最好的这个医院的这个人，还从外面调人进来。曙光医院的专科不在心脏。对，他说曙光医院你什么专科？他是骨科专科。也就是说他来，调人来的时候，又拖延了多少的时间，所以导致李克强过世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针对他的死因，为什么他到上海去，然后到上海去的时候就这么巧就病发，然后病发之后呢，然后他送到医院又是曙光医院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就有人说这里面到底是很多的这个内幕，大家完全无法知道。所以为什么现在引起大家的这个争论，除了这个过去大家缅怀这个时代之外，还有针对李克强的这个死因，大家目前为止也都多多揣测的一个。因为现在很多海外人士去讲了曙光医院，第一个你的强的是什么？骨科跌打损伤，没错。为什么跌打损伤？你本来是搞中医的，是的，你跟这个心脏根本不是专科。对啊，所以你就知道，而且我们讲，事实上如果他是地位类似是钓鱼台国宾馆这样，一定是有维安人员给你这样。那维安人员真的在照顾这个所谓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一定都有所谓被要去什么医院什么医院，就没有去，偏偏就没有去中山医院，去了一个曙光医院，然后一直层层的这个 delay 的状况之下，才造成他过世的一个情形。好，国政刚才讲到的，现在大家哀悼李克强，真的像《纽约时报》讲的，那是一个希望尚存的时代已经没有了吗？而且刚刚讲的中国最后一个主张改革开放的李克强，他等于说他的死亡充满谜团。对，现在中国经济很差，大家就更怀念李克强那个外资爱中国，外资拼命投资中国，中国人可以发财可以炫富那个时代，所以很一句话就会变成是大家热议的焦点。在这几天就是黄河长江不会倒流，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就像黄河跟长江一样一路向东流。因为李克强这是他的名言，中国改革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就像黄河长江不会倒流，所以就黄河长江倒流了。所以外资会一直投资中国，人民会越来越有钱，你可以勇敢的在网络上炫富，那个黄金时代随着李克强过去而离开了。所以大家怀念的其实不是李克强，而是那个黄金时代。结果现在中国怎么样？外资已经不是爱中国，你看外资的投资，这是日经最新的统计，跑了500多亿美金，黄河长江真的在倒流了。结果日经又去统计日商的态度，这是九月份最新的态度，有50%的日商不愿意再加码投资中国，所以这个脚步还有坚持吗？那个日子过去的，为什么大家怀念的是李克强的日子？对，好，那等于说，你如果从这个数字看起来，也太可怕了吧？这2023年这一年的时间，整个资金外逃的状况这么可怕？对，外逃500多亿美金是过去几年的新高，等于又要探到2016年的底。再来是大家怀念的是那个有财富的日子，人民的财富是得到保障了。结果现在谁又上街头了？那些荷兰跟安徽的村镇银行的又上街头了。不是，我今天看到一个数字是中国的经济有多糟，而且它有多么不公平，是有一个企业主他丢了1000万人民币，1000万人民币，他们当时应该是5000万的这个台币哦。丢到银行里面，丢到里面1000万的人民币。后来他想再去投资，或者他要用这笔钱，他说这个银行只剩下6.2毛，那我剩下，我如果有1000万，只剩下6.2毛，我当然要去告，就没有办法。那是被银行挪用的，跟银行没有关系。我没有想过会有银行，连银行都不愿意保障你的财产，而且跑去法院告，法院还判你败诉。刚刚那个1000万就是发生在广州，中国有钱的地方哦。广州就有一个李小姐，她真的是存了1000万到银行，被银行的经理给她挪用了。照理来说是银行经理伪造文书，结果她就去告银行啊。银行说那是银行经理犯错啊，银行没有在保障，哪有这种事？没有在保障，竟然法院一审。
李小姐她是败诉。不是，我如果丢到这个银行，代表我是相信这个银行的品牌，我相信你的招牌。结果你怎么可能讲说，我又不是因为我跟这个经理有关系，这个经理挪用之后，这个银行不认账，所以银行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了这个伪姓经理，等于是经理自己的事情。所以当然李小姐继续告，就跟现在闹了600多天的村镇银行一样。现在10月20几号，他们又上街头，因为钱又拿不到了。本来你这些钱是得到保障，因为李克强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已经闹了600多天。去年8月的时候还喊说李克强查荷兰，那时候还真的有一点反应。那时候政府真的出手了，有8个官员被查。当局要垫180多亿，所以有些人是真的有拿到钱，结果、所以李克强当时去查这件事情，去查这个 P2P， 然后本来是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的，对，所以那当初是直接喊话，那时候李克强还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查荷兰，所以那时候还真的有8个官员被查，当局垫了180多亿，结果现在这些钱又断了，因为地方政府又没钱了，因为现在彭博已经算出来了，现在光10月要借2.6兆。人民币要来还钱，所以没钱了，当然是没有办法还，就跟那个广州银行一样，不愿付钱。那中国大家，所以现在的中国经济有这么糟吗？非常的糟，很糟，很糟。那黄金时代，李克强10年的黄金时代，大家为什么怀念？10月份开始的，就是中国最大的购物节，中国最有钱，让世界瞠目结舌的，就是双11购物节。结果今年的双十一都在干嘛？都在打全网最低价，降15%。如果你买贵了，我还赔你钱。然后你看，不管是天猫或京东，全部都最便宜，打得最便宜。这个是中国现在的时代。可是黄金十年是怎样？黄金十年那时候，从2013年开始，李克强支持马云，那时候 Kobe Bryant、大卫贝克汉也来中国，甚至这是2018年，是玛利亚的凯莉来双11购物节晚会，再来是泰勒斯，只要有多大牌，我都请了。泰勒斯也去过，对，而且泰勒斯那时候预告还说2020年还要来，结果当然疫情爆发了，中国就发生了很多事情，他就没来了。那时候中国炫富有多好，中国经济有多美好，你知道吗？3分钟成交金额就破100亿，哪有再怎么比最低价了？只有在比我的钱有多少？9个小时交易破千亿，一天抵台湾收购219次的周年庆。中国多有钱啊！拿小岛一天抵收购200多少？219次的周年庆，人家9个小时就1000亿人民币，中国是有钱啊！然后现在在什么特价拍卖，连晚会什么卡都不知道。泰勒斯连续2年都请来，不怕你多大牌，那时候还卖小岛，甚至5000多个人买飞机，买飞机干嘛？他是真的下单买飞机、买直升机，买完之后po图、截图、po网，告诉别人我是买得起飞机，最后还是被人家扣单。所以以前在双11，我是炫富，是可以我买得起，我买的高价，我买的别人买不起的东西，现在是比便宜的。怀念的是什么？怀念是那离开了10年的黄金时代，我可以po网说我买得起飞机，到最后是扣单，因为总共累积900多亿，只要买一架飞机根本没有人买，4000多个买飞机，还有po土豪村比谁有钱。现在谁敢说土豪啊？现在每个人都在卖飞机，有飞机的都是杀头榜，许家印卖飞机，碧桂园卖飞机，中国现在又越有钱越危险，所以大家怀念的是什么？怀念是那李克强可以发财的日子。好，对，现在传出来说，李克强最后是住在东郊宾馆。就有人讲，你怎么会跑去住东郊宾馆？难道你被软禁吗？难道你跟蒋这个谁江泽民的晚年是一样吗？还有，当你发生事情了以后，你居然去一个以中医为名，是搞跌打损伤骨科为名，而不是。而且找不到好的心脏科医生。对，当年2013年两岸的第一届的和平论坛都是在东郊宾馆举行的，当时红蓝绿都有派人去。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它直属北京中央，它不是由上海来维护它的维安，所以照道理讲，它是北京管的。对，它是北京直接管的，所以到底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上海基本上也不太知道。上海政府管不了的。那就送哪里？其实这个一般来讲，国家元首退休国家元首级的这些，基本上都会有维安，还有你要指定送哪一家医院，其实早就都安排好的。就像当时阿扁在319枪击案一样，直接要送哪一家医院，其实都要准备好的。但是为什么李克强送到那一家医院呢？其实我真的非常替他真的是掉链了。为什么他？但是好处在哪里？他留了个全尸，其实已经算不错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一向来讲就是掉飞机，掉飞机是死无全尸的，你可能连尸块都找不到了。你觉得这是政争？
这绝对是政争。为什么我会这么讲了？其实你看到习近平其实不单单只是中国老百姓有些人在悼念他，这个缅怀他，其实更重要的是在海外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还有美国，美国会认为说，如果我今天把习近平弄掉呢，那中国势必还需要一个领导人。你知道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不是只有薄熙来跟习近平斗争而已哦，当时李克强还是被视为是可能担任总书记、担任国家主席的这个位置。对，其实后来是李克强自己愿意让给习近平，才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而在所有的事件当中，你看到去年的胡锦涛被请出去的画面，拍了这个李克强那个肩膀的时候，其实说真的，那时候李克强自己心里有数啊，我救不了大家了，我也救不了胡春华，我救不了团派，我什么都救不了。他甘愿自愿的这样子低声下气的，顶多出来大概讲几句话，然后让他觉得说，哎，这是不是在批评习近平这样而已？但是事实上有所作为吗？他自己没有，所以他没有跟习近平斗的结果就是被习近平斗倒。那为什么被心脏病呢？这其实就是当中有很多玄机在里面。为什么大家要这么猜？那所以这件事情对习近平来讲话是伤要损，但是问题是什么？现在整个中国内部是被习近平掌控住的。如果连李克强活的时候都没办法跟习近平斗争，他死的时候谁可以跟李习跟习近平没有了，就已经没有一个共主了，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可以跟习近平斗争。那到底是不是习近平下毒手，还是习近平底下这些亲信们？我讲的亲信们就是你看这一次进入常委那几个人，对，是不是揣摩上意，然后把这个人干掉了，以避免以后有任何的这个为虎作乱的一个可能性？这值得观察。